腰是腰，屁股是屁股，脸蛋还冻龄。小 S， 你根本是地表最强妈咪。不过啊，女儿徐老三最近好像比你还红哎。你说谁能比我更哈尼那边？谁能比我更哈尼？你就是我的哈尼。没了。其实我是万万没想到徐老三会莫名其妙变得这么受欢迎，然后想说他既然红成这样，我还不止他成为明星的话，我觉得太逆天行事了。遗传妈妈的搞怪基因，徐老三逗趣搞笑的模样吸引了一大票老三粉。小小年纪的他可真把自己当大明星看喽。有一次他就问我说：“妈妈，你是不是有很多粉丝？”我说：“对啊，因为我是主持人，有很多人爱看。”我也有粉丝哎，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我刚才出去的时候，有好多人说徐老三，徐老三，还跟我拍照，然后他就说大姐跟二姐有吗？没把两个姐姐放眼里，下回可能就跟妈妈抢饭碗了。小 S， 我看你啊，还是提高警觉为妙，不然你的巨星地位难保啊。花样风娱乐两个人合体主持也不错啦。台北报道。